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octor， 欢迎大家收睇一分钟健康。咁呢个时候咧，就同大家分享究竟 Rinso 呢样嘢，我成日同你讲抗衰老啊、抗氧化啊，究竟系点样抗呢 ？OK， 就同大家讲啦。其实咧，我哋嘅身体咧，每一日都会制造啲新嘅细胞啦。咁同时间咧，仲有好多细胞咧死咗嘅。咁样，假如每一日系会死100个细胞嘅话咧，咁如果你食咗呢个 Rinso 咧，你的細胞就會救回62隻，等於呢、這個 Ribose-D 是能夠幫助你、抗衰老高達62%的。這樣、我相信呢，我們的身體呢每一日都是這樣工作啊、做工啊、這樣運作這樣一大堆的話，這樣其實呢每一日死很多細胞，尤其是你發脾氣啊、發怒啊、很生氣和吵架的時候呢，身體的細胞會死更加多的。這樣呢就呼籲大家要寬容一點，給你的自己的細胞還回一個健康給它，讓它越來越漂亮，不要那麼快死。這樣呢我們的身體呢就會、樣子會越來越漂亮，皮膚會越來越好啦，這樣。這樣其實呢咁多位朋友姊妹們，咁其實呢個 Rinso 咧，我同大家分享咗咁多，介紹咗咁多，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嘅生意嚟嘅。佢不單止帶俾我哋有健康嘅身體，同時間如果你努力介紹俾朋友嘅話咧，佢都能夠為你帶嚟你嘅財富噶喎。咁樣如果你想知道點樣能夠透過呢個 Rinso 唔單止能夠幫助你有一個健康的身體，同時間又能夠幫助你賺到更加多的財富的話呢，請你聯絡我，加入我們的團隊，我能夠幫助你、帶領你、教導你，令你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，幫助到我們自己，不單止是靠身邊的人，靠著工作，並且這個呢都可以成為你的副業的。這樣希望這個 Rinso 可以幫助你啦。咁樣同時間我哋嘅公司咧都係國際公司嚟嘅，咁佢嘅資料啊、product 啊，全部都俾得非常之充足，而產品咧都係一個非常一流嘅產品。OK，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聯絡我呢個電話號碼，我係 Doctor， 多謝大家。